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凯。昨天去县城买了一条鱼啊，今天炖一下鱼吃啊。吃鱼不吃蚊香？吃。吃？嗯。这个鱼我准备买个这个活鱼嘞。活鱼不菜，我菜不敢动。活鱼是没往下走，在超市买了个。这条鱼，这条鱼，我鱼。我端着锅，我划着锅本。哈成那个就折腾很多了。那个头出来起来了，对不？嗯。抓那个是添水的，是什么的？快添水，添油。这个肯定折了，我这个。我这个头主要是对我这个火要控气嘛，阴要控气，阴要色性，火要控气，控气。你瞧这个可不折了，这个就噔折开了。用我酱就不炸锅味儿，不可能炸锅。你都这样说了吧，谁着试试？说有水肯定要有加的，嗯，就给它崩出来呀，这个。哈哈哈哈哈！说有水的。看你个嘴成了什么样了？嘿，嘿。这个还添上水，多了是怎么的？嘿。我家牛上面有立着条。这个在沙地上面，小鱼嘛。这边吃鱼吧，东阳哥的。啊？那肉那味儿就行，主要是。炸了什么什么鱼？可以呀，可以的。那咱什么的？咱放豆浆。放豆浆做好。这个边不老，你要咱豆角儿浆就老了。你看我这个鱼大的那是大的，一百的钱。行了，行了，来，太横了，太住了，太横了。你要根本就把鱼包去了，你看这不在这儿的，正胖个鱼。好，我这样，行了。不辣的小疙瘩。煮的都热的，西红柿。给他这个没吃，咋了？我没。你尝尝。那没吃了。没吃了。三碗没吃了。不了，有不少。三碗的，不愿意吃鱼。来，你家我菜，我。呀，俺家蒙想吃的，俺家蒙想吃一块的。你找明明哈，找人明明，我给你挑点没吃的哈。给老奶奶来。呀，给老奶奶了。